以木头为基调，营造出明亮温馨的感受。 Oslo 是间位在九龙城的餐厅，提供多样餐点，并以五彩缤纷的蜜糖吐司闻名。店里提供炸鸡翅、起司焗蛋菜、汉堡等餐点，但更让人趋之若鹜的是造型可爱、口味甜蜜的各式蜜糖吐司。蜜糖吐司有 Oreo 巧克力口味、草莓冰淇淋口味，还有最有名的就是多彩缤纷的马卡龙蜜糖吐司。马卡龙蜜糖吐司上有两球冰淇淋、各式水果，再装点以大大小小不同造型颜色的马卡龙，造型可爱到让人舍不得吃。